人间苦空无常，愿世人不分你我，秉烛安然脱迷，终西寻道。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心智致富》的第31集。这一集呢是关于呢、一个是玄学的陷阱。想跟大家分享翻咧，阿 Kim 咧初初出嚟出動嗰時咧，都有唔同嘅，真係即係喺呢個 market 裏邊咧，呼籲大家啦，即係譬如話有興趣想入去玄學界嘅發展嘅一啲一啲新進嘅想做術數嘅人士啦，咁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好多好多，即係曾經我記得我初初。出動嗰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好多，就有好多譬如話你好明顯嘅，有好多係譬如話係一啲踩線嘅，有一啲咧係打電話嚟喺啲行家問路嘅問價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網上面就 send 個即係 email 俾你啦，咁個 email 就話俾你聽，哇！我而家有壇好大壇嘅嘢，我可以 offer 到咧，直情係一球嘅或者兩球嘅俾你做費用嘅，咁仲好。你會好容易，其實好容易察覺到㗎，因為佢哋咧 send 俾你哋嗰陣時咧，就會係一個第一咧，佢就點解我會特別留意咧？因為佢上面個抬頭嘅 heading 咧，佢係冇用我個 email 嗰個 address 嘅，即係佢好明顯就係話將集 list 裏邊係將你哋佢，我相信佢可能網上邊揾到你所有玄學界所有嘅人嘅 email， 咁然後整咗個 list， 個 list 全部係。non-disclosures 嘅，咁然後咧，就一次過一個 send 一個 job 咗一個 email send 曬出嚟俾你哋個個睇下，即係魚翁撒網咁嘅形式，就睇你邊個上當。咁佢咧就會講到話自己係譬如我 call 過啦，有一個係柬埔寨嘅，咁有啲咧仲有啲話係啲唔知泰國咁樣樣，咁佢話買咗笪地，嗰笪地咧連埋子午線啊都已經畫好曬啦，俾個 floor plan 你嘅，嗰個 floor plan 咧就其實笪地嘅係個 lot 嘅，即係一個地咁樣樣，咁嗰地咧就已經係間好曬幾多度幾多度，全部乜嘢全部同你即係跨曬噶啦，嗰360度，咁然後連方向都抹埋噶啦，咁然後就叫你去同佢睇做一個咁嘅。一個 consultation 就要你去到當地去睇嘅，咁佢先用一個銀碼，係一個好大吸引力嘅銀碼啦，或者佢仲可以甚至乎可以再嗌高嘅價嘅，咁其實呢啲又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冇可能發生嘅嘢嚇。咁你諗下，如果佢既然可以做到咁精，即係連嗰360度都已經度好曬嘅啦，乜都度好曬，揾人拉好曬啲嘢，佢使乜需要你啫？其實根本佢唔需要，佢唔需要揾其他，佢自己搞掂都得咯。咁仲要講到話幾球嘅，咁其實有少少就好似早期即係早好多年前嗰啲咩 Nigeria 又話有啲乜乜嗰啲皇室人士啊，有嚿大好大嚿錢啊，攞唔到出嚟啊，又要點樣樣啊，問你借個户口啊，或者點點點啊，即係都係啲騙局嚟㗎啦，即係你好容易睇到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就係、咁大部分咧呢啲咧，佢哋都係寫得好即係你見到佢 draft 嗰封。email 咧就係、寫得係好好精辟嘅嚇，好專業嘅。咁你已經可以知道一樣嘢，其實就如果佢可以連啲唔同嘅卦個八卦已經掛曬出嚟啊，好多嘢啲，根本上佢自己都對呢方面好熟嘅，就一定係行家噶啦。同埋咧，佢亦都應該係即係講得俗啲咧，就坤咗好多人噶啦。咁即係已經係係老練嘅高手嚟嘅，即係老練噶啦嚇，即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去你想想如果真的有些人傻更更真的信了他這樣就大件事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通常我們都不會理會的了。另外還有第二種呢，就是古古怪怪那些呢，又說在外國啊，外國來的要帶團，他自己又是術數師，又風水師，然後呢來到香港呢就需要一個香港的一位人，好像做導遊這樣領隊這樣，就帶他們周圍走一個 run， 尤其是中環啊，或者一些商的 CBD 啦，即總之 City Center 一些地方啦，就叫你周圍去看啦，可能看看匯豐銀行大廈，或者看看中銀一些很 basic 的東西，問你收多少錢啊，或者怎樣怎樣，這些都很有問題的。即其實你可以看到就說我不怕得罪即呢位人士啦嚇，即係咁你諗下一樣嘢，呢位就甚至乎係話自己係澳洲嘅 ，OK， 咁係外籍人士啦，咁但係當然我相信佢會有好多佢既然揾得我哋即係 local 嘅，我哋本地嘅一啲術數師嘅話，或者做一啲嘢嘅，佢應該就已經係一定有人翻譯啲嘢俾佢聽噶啦嚇，咁
企，其實而家我哋上網啊，揾個 list 裏邊啊，就好容易揾到嘅。其實，尤其是譬如我哋啲電話啊，啲咁樣樣 email 係好容易揾嘅嚇。咁佢咧就會問到你話有一個 run 收幾多錢，或者搞一個 seminar 收幾多錢，或者點點點，要要樣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好大問題嘅，因為你諗下一樣嘢就話，一般佢帶個學生係西人啦，外籍人士啦，外籍人士好少好多，即係好少話真係去學風水嘅。如果佢學得即係風水術的話咧，通常啊都係一啲係做生意嘅人。咁佢哋自己可能有地啊，有生意上嘅嘢，佢需要自己學埋，唔想下下靠人啊，或者佢唔信人啦嚇。咁佢哋先會走去學嘅啫。咁而跟得佢學嘅話咧，基本上我相信個學費唔會收得平，而且佢仲要咧喺譬如話喺歐洲啊，有啲係德國啦，喺歐洲啊，又或者喺澳洲啊呢啲澳紐啊呢啲地方走過嚟即係長途跋涉走去中國，整個中國係大有即係有片好似旅行者咁啊，大江南北咁周圍遊嘅，咁嗰度有埋團費啊，一個費用一定係昂貴噶啦，即係唔會係平噶啦，你諗都諗到啦，起碼都我諗都係個都挨住六位數字噶啦，我估下每一個，咁就然後 OK， 然後佢就要去到當地要揾啲人，咁如果佢本身年年都有搞開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團啦嚇，我哋可以咁講啦，風水團啊，或者風水班，或者佢用任何一個名啦嚇，即係用一個 gimmick 咁樣樣嘅啫。咁佢既然包做開嘅，佢應該已經有好多薄腳噶啦，佢就唔需要再揾 local， 就唔需要揾啲咩即係人士去幫佢再即係你譬如好簡單啫嘛，你好似啲人啲醫生做開手術嘅，咁佢本身已經有班班底噶啦，你拍開片嘅，你本身已經有班班底噶啦，即係你知道邊幾嘅燈光師，邊幾鬼即係收音嘅，我哋用開嘅咁樣樣，一出去一吹雞就已經 call 曬個成隊 team 出嚟噶啦，就到時到後就知佢哋唔會甩底啊或者點樣樣，所以冇可能係突然間好急嘅情況底下，亦都冇可能嘅，因為佢點都有啲 waiting list 嘅，有啲後即係你可能有啲覺得你覺得佢麻麻，不過你都係萬一有乜嘢咧就後備嘅，你緊有啲嘢喺手嘅，即係冇可能係咁嘅，咁所以咧呢啲就即係呼籲一啲譬如新進入行嘅人都可以即係特別留意下呢一方面啦。佢咁你會問我啦，咁佢目的想做乜嘢咧？嗱，佢目的咧，佢指嘅上咧就話，當佢手上就有班學生喺度啦，咁佢當然就唔想嗰班學生就跟即係有多另一個選擇，就唔幫襯佢，就走咗去。譬如去到譬如佢哋喺外國嘅，咁佢哋會走過嚟香港，咁嚟到香港咧就揾香港嘅術數師去學嘢，就飛甩咗去啦，咁就覺得跟住佢上堂就貴啦，因為嗰度直接飛過嚟，咁索性嚟到香港自由行咁樣樣啦，你到呢度先嚟揾，咁好啦，嚟到呢度先揾咧，所以佢主要嘅 target 咧就會係一班咧係即係好簡單啦，如果你淨係做中文一個 media 嘅，你淨用廣東話或者係你唔做國語嘅，或者你唔用英文嘅，你淨係做廣東話嘅，咁呢啲佢覺得佢根本上一個西人就唔會跟你啦，即係簡單嚟講，佢會揾一啲咧就話，譬如簡單，你連係你多個語言都做埋嘅，咁嗱佢就會將你擺入 list 裏面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即係起碼就要殺曬呢扎啦，就即係有少少咧係排斥異己咁樣樣啦。咁我相信其實喺商業嘅角度裏邊咧，其實好多人都做緊同一樣嘢啦。咁當然啦，即係呢一樣嘢係無可厚非嘅。不過我覺得有時利用到呢啲咁嘅手段，我就覺得有少少係詫異咯，而且仲係外籍人士去玩到即係呢一類型咯，甚至乎佢哋都有啲我聽到啲啦嚇，咁有啲都係攻擊埋我哋即係我哋本地派的一些話是我們不應該用神煞代入去啊，或者用些什麼就即我覺得我不是否定外國的風水玄學師啦，很多都是移咗民走去那裡，但是而且加上他們學的東西有很多是譬如馬來西亞他們都有，當然，但是如果你說美國或者那些，我 絕對不是說他們學的東西學少了東西，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但是大家想翻清楚一樣嘢，即使你利用環境學唔用風水呢個兩個字啦，即係兜一兜個彎，轉一轉態，變一變嘢啫，變一變身咁樣啊，叫環境學咁樣樣啦嚇。其實你來自邊度啫？你都係來自我國啫嘛。你講到話好風水嘅一樣嘢，風水係你講到好環境學嗰
磁場，南北極磁場，咁仲要講到咧個羅庚，咁都係照跟翻嘅啫，只不過指南針一樣嘢，好科學。但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就話，點解有時即係除咗係用科學可以解釋到話，點解有時係會做做下有啲嘢係好古怪嘅咧？其實當然啦，所謂嘅風水根本上就真係絕對唔係單單淨係得環境學，係應該話風水係包括埋環境學 plus。仲有其他好多樣嘢落去，咁嗰啲嘢就一定係其實係一定有係有魔鬼嘅，一定有嘅呢樣嘢係一定係有啲即係非物質界嘅力量存在嘅，因為如果唔係有好多嘢係冇可能咁啱有得咁巧，冇可能嘅，即係你一定會做嗰啲嘢嘅，即係好多時所謂嘅羅庚，我絕對相信羅庚真係唔係就咁用嗰度一個普通羅庚，你去訂一個羅庚翻嚟嘅，而家最出名就係台灣做一個好靚嘅梨花木啊，或者用然後再用裏邊嘅電出嚟啊，然後裏邊有個叫天池啦，天池集嘅羅庚啦，即係個指南針啦，嗰個指南針咁一個指筆一個指南啫，其實冇乜分別。咁你個羅庚就只不過你唔使背口訣啫，你自己可以揼一個羅庚出嚟，嗱你要幾多層要。13層12浸每一層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圈的嘛，那每一個圈裡面你都有些是皮成缺，你不想背了數字，那你就這樣看著羅庚，根本上就好等於看著貓字這樣而已，你用而已。但是當然有磁場不對路的地方，就那支針都出了事了，你發覺揈下揈下，或者揈下定了在那裡，又或者個頭滴了下去，又或者還有一些情況就是不定的，亦都有啲情況會好似唔 work 添，咁都會有，咁變咗咧，好多時咧，你都會知道就話呢啲係有關係嘅，有時夜晚用同日頭用都會唔同嘅，咁但係師傅教我，假如就話太陽落咗山之後都唔會再開羅庚噶啦，咁樣樣，咁但係有時有啲情況底下急嘅都會乜嘢嘅，咁仲有啲情況就係話。揸羅庚要定啦，咁如果你嗰幾排覺得嘅人啊唔多妥啦，你自己發覺手又震或者點樣樣就都即係你度都唔會度得準咯，而且度要度好多個方向咯，門口一個窗啊，每笪地方啊，每個位置都要度一度咁樣樣，咁喺間屋裏邊度完之後，咁屋裏邊有小磁場啊、小太極啊、大太極啊，咁同埋喺嗰棟 building 個樓下你都要。走一個圈都要去度一度，抹翻個位嘅。咁其實入到屋裏邊，只係 confirm 翻嗰啲同出邊嗰個方位係咪一樣？咁有啲嘢中意用手機咧，用埋 GPS 啦。咁呢個我唔去評論啦嚇。咁因為今集最主要係講陷阱啦。咁好啦，咁除咗你話講到咩柬埔寨嗰啲咁啦，俾幾球你嗰啲講到好乜嘢？咁亦都有啲就係好危險㗎。有啲就會同你講到就話同你一齊合作喺啲樓盤嘅咁樣樣，又話唔知分翻幾多成俾你，或者點點點。咁然後你一接手咧，你就中招㗎啦。然後咧，佢就盜用咗你個名字，就話邊個 highly recommend 或者點樣樣。咁其實根本上你都冇 highly recommend， 你只不過可能只係交換張卡片嘅啫嚇，又或者只係即係口頭見過面 say 個 hi 嘅啫，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其實攞張卡片係一張攞咗人哋一張卡片好容易，一張卡片係好容易攞人哋嘅。如果唔係，點會前嗰幾排有好多人扮？即係有一位經濟系嘅女講師啦，咁啊就。即係因為要借貸，咁啊代入咗騙局咁樣樣，咁我都好同情佢。咁但係當然啦，你要諗埋一樣嘢就話，即係嗰位騙徒其實佢已經用咗好多，即係別卡片啊或者點，佢已經用咗準備咗好多嘢。當人哋要準備好多嘢，有心人去裝無心，其實好容易就。即係你好難去靠張卡片話，然後就話邊個就介紹邊個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好容易咯，尤其是海外嗰啲啊，或者係東南亞或者點，就盡量我自己就唔要去接觸即係呢一類噶啦，即係一定係海外嘅，我自己甚至乎唔想做添，因為我覺得係好多時都係有啲問題嘅嚇。咁另外仲有啲就話一見到你就即刻彈佢以前。找過那些師傅啊，誰我找他看過的了，不過我覺得麻麻點點點啊，這樣一路踩一路踩一路踩，那然後又找第二個，找完 A 那又說不行，然後找 B 找完又說不行，然後找 C 又說不行，然後找到你了。 那這些客仔其實我都很詫異一件事，究竟他叫什麼叫準呢？準這個要準成怎樣要是，那還有還有他既然個個都找過了，全城都即係
啲所謂好著名、好出名嘅，佢都揾過曬，都話唔得。咁不如即係我唔知佢要啲乜咯。咁然後佢自己就不停會黑前面嗰啲，之後就然後就好多嘢都係，所以好多時而呢啲人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出沒，即係喺唔同嘅阿 A 走完阿 B， 阿 B 有啲即係我覺得有啲係病態嘅嘅 client 啦，應該咁講啦嚇。咁所以呢啲通常我自己揀客，我而家都去到一個去揀學揀客嘅情況去做嘅好多時。咁變咗好多時身邊已經有啲熟客嘅啦，好多時我都做熟客嘅啫，我都唔做生客嘅。咁除此之外咧， okay. 除咗話係一啲你話去叫你出 trip 啊，去做啲乜嘢之外咧，又或者係盜用你個名去做，我曾經試過交換咗張卡片，咁我好快就冇幾耐啦嚇！我試過喺深水埗，有人又話見到我有金星子三個字，咁就喺嗰度又開咗間鋪。咁曾經有啲就係新蒲崗嗰單又係啦，嗰單嘈得係即係較為即係個擾攘得較為耐啦嚇。其實喺網上面你都見到噶啦，有間地產商咁，即係有間地產公司咁樣樣睇地下嘅，咁佢盜用咗個名，咁啊叫金星子寶石軒，咁就叫金星子，然後就唔知。乜乜澤咁樣樣，寶石軒咁樣樣，咁仲喺呢個新蒲崗嘅，咁後來就即係我都有聯絡過嗰區嘅議員啦，咁亦都有即係做咗好多，亦都有聯絡過海關即係嗰邊啦。咁不過 anyway 啦，呢啲都唔緊要啦，因為其實呢啲事都已經過去啦，而且都係已經係註冊曬所有嘅 trademark 啦。同埋所有其他嘅即係無論係佢唔同嘅 classes 咧，裏邊都做咗啦。咁除此之外咧，除咗我想提你哋即係各位呢方面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譬如話去出席一啲場合啦，咁譬如話你好簡單，你去你入去有啲譬如好多人都會去上啲 seminar 嘅，咁譬如有啲 seminar 一啲都唔係一啲普通嘅 seminar 嚟嘅啫，即係可能係一啲投資嘅 seminar 或者啲乜嘢啊，咁嗰啲 seminar 就唔係你去上嘅，好多時就係你識啲拍仔，佢哋捉埋你去，出席一下啦咁樣樣，咁就算你唔幫襯，你都走嚟即係撐，即係當係多個人頭咁樣樣，做到人頭咧好洶湧啊，好多人啊咁樣樣，作為座無虛席啊咁樣樣。咁好多時譬如有啲類似一啲投資講座裏邊啦，投資講座裏邊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就係話係例如係佢會有人發問有 Q&A 嘅，咁 Q&A 裏邊咧都會有一啲咧就係話做到係例如佢會有人即係問問題啦，嗰啲其實好多時都係唔會嚟嘅，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除咗佢話會派一啲譬如 coupon 啦嗰類咁嘅嘢之外咧，其實佢好多時都係一啲會嚟嘅，咁會出席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仲會有一啲係我哋可以睇到類似首先 email 啦，第二樣嘢就 WhatsApp。WhatsApp 呢樣嘢好煩嘅，我覺得係所以好多時我自己就攞全部 WhatsApp。第一樣嘢我就打字又即係我係唔識打中文嘅，你要我用手寫版嘅啫，手寫版我寫得慢嘅。咁好多時我揾邊個助手嘅，咁我而家有啲係助手係 part time 啦，咁就咁譬如話做嘅嘢就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就係而家都通常都用 part time 多嘅，因為我自己即係我嘅時間。我工作的時間比較短，即我每天可能做即 serve 一個客或者半個客咁樣樣，咁我自自由由就做自己嘅嘢㗎啦。咁好多時咧，佢哋好興咧就好中意，尤其是WeChat 又好Line 又好WhatsApp 又好，好多時你會發覺啲無釐頭嘅人嘅，咁就會走嚟問好多嘢，問完一樣又一樣，咁好多時我就唔會 entertain 呢啲㗎啦。咁例如仲有啲話咩合作嘅咩？金融合作嘅嚇，叫你揾你去講啲嘢咁樣樣，咁到時就其實金咩用咧？我心諗你要金融，你咪做你金融咯，我都唔係做金融嘅，係咪先啦？咁好多嘢嘅，即係呢一行係比較係做到係好多嘢，同埋你要眼見好多古靈精怪嘢，不過你唔可以去踢爆，你絕對唔能夠踢爆，因為有好多都係即係有一啲係
有江湖人士嘅 ，OK， 咁有啲亦都係用啲江湖術士嘅嘢，咁你更加唔可以去踢爆啦，就是、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噶啦。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啦，或者我哋下一集我哋會分享一啲譬如話工作上面所遇到嘅問題啦嚇，就唔一定係玄學噶啦，咁可能係其他喺 business 啊或者係其他 commercial 裏面會大家會發現到一啲問題嘅。咁今集多謝各位收睇，拜拜。